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屈林，于1997年5月14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灯塔市，今年22岁，在2019年7月毕业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大学学前教育专业，在校4年的成绩均为班级第一，每年均获得校奖学金，在大三学年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国家优秀论文一等奖等。那在校期间，我考取了普通话资格证以及国家三级育婴师资格证等等。那在大四顶岗实习期间呢，我工作于一所国际院所，担任主班教师，主要工作负责班级幼儿的保育工作、教学工作、家长工作以及教案的书写工作。那同时我还多次参与策划并执行了园内的大小型活动，比如亲子体验课活动、水上运动会以及大型的晚会、竞赛，还有各种节日的活动。那在顶岗实习的一年里呢，我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，那同时我也特别希望了解新加坡幼儿园的教育理念，所以特别希望有一次到新加坡工作的机会，谢谢。